手金在中于2003年以东方神起成员出道，2009年与朴有天、金俊秀转会到 CJS 娱乐后组成团体 JYJ 活动，人气相当高。而目前金在中以 solo 歌手身份积极活动中，在戏剧部分有不错的发展。不过近日金在中接手韩媒采访时透露将离开合作14年 CJS 娱乐，金在中的合约将于今年4月到期，双方已确定合约到期后不再续约。金在中今后将以个人身份进行演艺活动，金在中之后也在个人社群开直播与粉丝互动，粉丝们也纷纷留言祝福，希望金在中未来能继续走花路啊。